尊敬的江委员长，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尊敬的各位朋友，传媒的朋友，江委员长高度关心澳门的发展，关心澳门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，对澳门的教育发展和青年工作，一直以来都给予重要的指示。 和关心。第四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累积以来，根据中央的指示，全面准确地贯彻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，在推动澳门特别行政区稳步发展的同时，坚定地推进社会保障、医疗、住房、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五代。 强效机制的构建，在教育方面努力的贯彻教育兴澳和人才建澳的先政理念，逐步的落实制度的建设，全力构建全民教育网络。政府的资源投入每年增长，积极的推动广大澳门居民在竞争力和综合素质的稳步增强。 在澳门教育界的关心支持和努力配合下，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力度，推动教育发展和青年的培养，教育的素质日益提升。澳门的青年学生们关心澳门，热爱国家，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学习热情。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鼓励澳门的年轻一代。 努力地把握国家发展的机遇，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不断地为澳门年轻一代创造更多成长、成才和成功的机会。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国家教育部、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等国家部委对澳门教育事业和青年工作。 工作给予了我们积极的指导和高度的关心。最近推出的让更多澳门学生到内地高校升读的特别政策，使更多的澳门学生有机会在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学习，对培养高素质的建澳人才发挥了鼓舞和重要的作用。 今天我们十分的高兴，澳门教育在人士和高校的学生代表有机会与张委员长共叙一堂，向委员长报告澳门教育方面的发展情况。